像我听大陆一位导演讲说他很好，因为大陆潜规则是非常公开的，那 你想想要当你一你二，你没有付出代价是不可能的这样。那这位导演他很坚持，他说我绝对不搞这个，我就是就戏论戏这样子，然后电影拍的结果还是传出来说这个戏有潜规则，他就觉得怎么会这样子，我明明就没有啊。打听之下原来都被副导演搞去了。所以你不做还有别人做来。对啊，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，女生自己真的这个男人这么坏哦，那个对不起各位男性，我们真的这个本质上有那个黑暗的部分，所以女生真的要保护自己。那所以那位主管他还很生气说这个电视把他打马赛克，他我又没有错，打什么马赛克，在电视打你马赛克就是因为认为你也是涉嫌的。